列车已经到达李子沟站，下车的旅客请按顺序下车。 我说你跟钱去报销给了，我喊了。我都多了。喂，我只有两次，我跟你说，我等一下。我直接喊跟钱报销给了，我这话就是包子喽。五点了，哎呦，十点了，他不晚就啥子？真是他不晚的喽。大的，出个最大的了。我就是最大的。 我就问你出三点多时间，我就问你出三点多时间，哪个去了？啊？两个人都出去了，他咋的？
他从沟里来，那个他冒出沟里来。
各位旅客，列车即将到达吕子沟站。下车的旅客请携带好行李物品，到车门口等候。下车时请紧握扶手，注意脚下安全。带小孩的旅客请看护好小孩。感谢您的配合。 你还想吃什么呗？你说，我说你这个脱脚的你都还想吃吗？那咱们是打大的，路边的。你看看，哟，你脱脚的你还是？是吧？有了嘛？哎，你摸。我有自己的一个了，行。我们就挨着买。 你想到好大的嘛？五点。五点啥子？啊？他昨天弄啥子？嗯。快要走了。五分。哪一点八点才行？哎呀，2点有八次性资料要发。今天9点。 够了嘛？你哪打完了？正好出去了。我不接，你来几个？六分。你过的家。 各位旅客，列车已经到达吕子沟站。 下车的旅客，请按顺序下车。上又堵你打了，是的，不是？哈哈哈哈哈！上又打了，我也不慌。对，我也不慌的。堵你打了，腰包了我。知道吗？你也不慌啊？哎呀！
Thank you.